去啦，这里没有提供老鼠尾巴。来让专业的大哥来瞧一下位置，瞧姿势是还是长辈比较厉害。欢迎。干嘛笑得这么开心，新郎官？好，开始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强，然后这是我是 LogDA 的开发者，然后这是我们这它是一个部落格平台，然后是提供给 Hackers 用的，但是如果你不是 Hackers 其实也可以用，对。然后这是我们在一个 Hackathon 里面24小时做出来的作品，然后在40天里面到台湾的Alessa 在台湾达到500名以内，然后现在有3000个 user， 然后有5万个 post 这样。然后我们有提供蛮大的就是蛮大的书写，然后有提供 Core Highlighting， 然后有提供可以打数学的函数这样，然后提供各种其他部落格平台的汇入这样，然后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网址，对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后台，我们用 Cold Mirror，Cold Mirror 是现在等一下我再解释 Cold Mirror， 然后它可以帮你 Model 上色这样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前台，就是 Model render 出来以后就会很漂亮，嗯。哦，好。然后 Comido 是一个 in browser editor， 就是 core editor， 它就是可以，因为现在的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 core editor， 其实 99% 都是 Comido， 因为它在如果你是用 test area 或是 editor for，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问题，然后这个 Comido 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然后我们致力于提供一个就是可以让大家专心写作环境，因为部落客在写作的时候是很需要专心的，就跟工程师一样，你在写程式的时候是不想要被老板、被客户或是被你的主管打扰的，对。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要讲我们开发的经验，然后就是理想的图片上传。然后我们理想的图片上传的话，原本图片上传一次只能上传一张，然后而且不能在上传同时写文章，然后上传完也要手动去插入，然后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写作环境，因为它会打断你的写作。然后我们理想写作环境是可以用 drag and drop， 然后可以同时写作，也可以同时上传图片，然后图片可以插到文章的任何位置，使用者想要插哪里就可以插哪里，而且也可以同时传送多张，对。然后如何实现呢？就跳过。然后这是一只猫，就是听说 Cost Cup 一定要有猫这样，对。然后本来想要 demo， 可是时间还剩多久？还有两分钟三十秒，还有两分钟，那我传一下好了。你要 live demo？ 对。那可以看到，就是这是我们的文章的编辑界面，然后现在我选就找两张图片这样，然后我。拖过来以后，然后就会出现一个那个可以让你放开的地方，然后放开以后，它就会开始上传这样。然后上传图片的同时也可以打文章，然后打完以后，它就会帮你插入 Model 这样。然后你可以看即时的 Preview， 对，Preview 好出来，对。存档以后可以看，就是真正 render 出来是长怎样这样。对，好。然后，然后 live demo， 不想要 live demo， 因为昨天网络很不稳这样。然后这是我昨天录的，就是为了预防就是没有网络的时候。对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很厉害哦，现在。